从前有一只小兔子，它很想要离家出走。有一天，它对妈妈说：我要跑走了。如果你跑走了，妈妈说，我就去追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呀。如果你来追我，小兔说，我就要变成溪里的小鳟鱼，游得远远的。如果你变成溪里的小鳟鱼，妈妈说，我就变成捕鱼的人去抓你。如果你变成捕鱼的人，小兔说，我就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，让你抓不到我。如果你变成高山上的大石头，妈妈说，我就变成爬山的人，爬到高山上去找你。如果你变成爬山的人，小兔说，我就变成小花，躲在花园里。如果你变成小花，妈妈说，我就变成园丁，我还是会找到你。如果你变成园丁，找到我了，小兔说，我就变成小鸟，飞得远远的。如果你变成小鸟，飞得远远的，妈妈说，我就变成树，好让你飞回家。如果你变成树，小兔说，我就要变成小帆船，飘得远远的。如果你变成小帆船，妈妈说，我就要变成风，把你吹到你要去的地方。如果你变成风，把我吹走，小兔说，我就要变成马戏团里的空中飞人，飞得高高的。如果你变成了空中飞人，妈妈说，我就变成走钢索的人，走到半空中，好遇到你。如果你变成走钢索的人，走在半空中，
小兔说，我就变成小男孩跑回家。如果你变成小男孩跑回家，妈妈说，我正好就是你妈妈，我会张开手臂好好的抱住你。天哪，小兔说，我不如就待在这里当你的小宝贝吧。他就这么办了。来根胡萝卜吧，妈妈说。